其实沉淀挣扎，梦见是谁的憧憬，就在人潮中觅着属于我的那画面，经过是每一扇闪电，我与你甚至一起演，沉淀像地隔离着粉粉的蔓延。最近有个朋友呢去知乎上班了，哎，这个朋友不是别人，大家也认识，就是张姐。所以她最近呢每天都让我去知乎下边回答问题，给她涨热度。因为知乎嘛，就是一个提问然后再解决问题的地方。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首页，好多问题我真的根本就答不上来。比如说，请问你为什么还单身？抱歉，我不是单身哈。感觉狗的风评不如猫了，狗该怎么办？不是，这太莫名其妙了，你人的事你都没操心完，你还操心起狗来。宝贝，听说你的风评现在很不好啊，你举手是投降的意思是吗？你风评不好你去回答一下，去知乎上回答一下问题。你以后的日子，你以后的人生，你以后的狗生要怎么办？你回答一下。你好迷茫啊，他刚才的表现应该也是对自己以后的狗生感到迷茫。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真的有点邪哈，你个人的稀饭都没有吹凉去管别个，真的是。还有一个问题呢更是荒天下之大谬，说的是怎样躺在床上就能日入百万。就是 anyway 呢这些问题都不太适合我去回答哈。直到有一天呢张姐就问我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不仅能答，我还能拍出来，我今天就拍这个。就是说你从最丑的样子变成最美的样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那现在呢我就先把自己搞成一个比较丑的状态啊。我是不适合单眼皮儿，有的人单眼皮儿是有个性。哇，我单眼皮儿真是不行啊。我待会儿把自己最丑的样子哎截下来，再把最漂亮的样子截下来，封面最丑最漂亮，这样对比就很明显。我觉得刚刚已经差不多是到顶峰了，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变美之路。今天去化妆了，好久没有出化妆视频。老百姓漂亮妆，妆前护肤我已经做过了，直接来上底妆。你又打架了，不准打狗。我们家狗特别小，就这么小一个，然后猫呢这么大一个，每天在家追着狗打。遮瑕用的兰蔻持妆的遮瑕，肤质看起来还可以，但是其实你看我嘴线地方泛红啊，肤色不匀啊，还有鼻翼旁边的色沉其实挺严重的。今天感觉我脸上这瑕遮完之后好像就还挺白净的，用一个 Covermark 的粉霜。其实我觉得上了底妆就和刚刚有点差了，差蛮多的。所以说养好一个皮肤的重要性，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皮肤养好。有的时候你的健康状态也会反映在你的皮肤上边，比如我要熬夜的话你会长一些有的没的。我用一个纪梵希散粉，纪梵希散粉算是我最喜欢的散粉之一吧，香味好闻而且很细，关键是开闪光灯不会看起来很吓人。是用了这没用，没用的这边油光碎亮的，很亮很亮，有一点点光泽感，但是不要哑光。目前是喜欢这种妆面，保不准哪天又会喜欢那种特别亮的妆面，像我以前一样。我觉得这辈子我只会喜欢哑光唇釉，不可能喜欢亮面。前段时间就整个爱上玻璃唇子，如果把这些彩妆女人画的话，我就是个渣男哈。第一张画完眼了，现在来画一个眉毛。眉毛呢，用这个看起来比较高级的华伦天奴眉笔，这个眉笔还蛮特别的，有三头，一头是这样子液体的，可以画那种毛流感的液体眉笔，然后一头呢是普通眉笔，还有一头是刷子。哎呦，那个屋头那个猫儿后边一天要打很多盘架，不要再打了，每天在家全88次架。我好不容易在家录一次视频，你就安静一下行不行？前段时间经常画绿色眼影画腻了，今天就来画一个最普通的大地色眼影吧 ，Colourpop 椰子牌。这个时候再蘸一个浅米色的眼影，画到该提亮的地方。大家可以试一下这种反向的卧蚕方法，可能会比你直接画一条黑线会自然一些，你试一下看哪个方法更适合你。两边的反向卧蚕都画好。眼影差不多就是这样简单画好了，接下来又是一个我最近特别喜欢的环节啊，就是用一个特别复古的睫毛夹夹睫毛。这个睫毛夹阿里巴巴上4块钱吧，烂了。按理说把它推上去之后应该是亮的，不亮了。嗨哈嗨哈，我背了新的。好，现在这个是新的，我们把灯推上去看看它到底会不会亮呢。
还是没亮，所以不是这个东西坏了。那副电池也太不经用了吧，我才用了三个礼拜而已，就三个礼拜就没电了。立刻在外卖软件上下单了这个 LED 副电池，马上就送过来，很快。等待期间呢也可以打一把王者荣耀，玩一把玩一把。刚刚那一把游戏输翻全场啊，近一个礼拜之内应该不会再动那个游戏了，不想再玩了，输翻了。电池到了，噔，看灯亮了。先来压这边，对比一下啊，很巧了哈，没有贴假睫毛，什么都没做，不需要看那些什么太阳花教程，对，轻轻一夹就可以。它真的让我的睫毛看起来像假睫毛呢。这个闪汪汪的大眼睛真的挺漂亮，但是接下来我让它更漂亮，就是贴上我的 A 型仙脂毛。 A 型仙脂毛呢就长这样子的，有的时候我就不太会贴这种一根一根一簇一簇的假睫毛哈，其实是挺简单的，就给大家一个方法，给大家训练一下，把胶水怼在里边，这样粘睫毛就非常好粘。把胶水怼在上面之后，取下一根，再到这边蘸取它哦。我一般是把它贴到那个睫毛的下边，这样第一根呢就贴好了。刚贴上去的时候还有胶水的颜色在上边，没有关系，它过一阵子就变透明了。好，你下一根贴这一边，一共的时间花了2分钟不到，还是挺快。睫毛贴好之后眼睛看起来更大了，就是又有那种芭比口味的味道，又有那种女人味。即使我现在用这种音色和你说话，你也会觉得这是一个，用周杰伦的歌来说就是这是一个可爱女人，这就是妆容的魅力哈，妆容的神奇。还是用这个 UNI 的睫毛膏，我一直用它画下睫毛，有发现其他画下睫毛很好用的睫毛膏，它记得推荐给我，看下两边的对比，有的睫毛效果真的是不一样。再用眼镜填一下睫毛中间，眼镜笔还是用的那个 Kate 的老板，现在估计已经买不到了，这画的就很自然，让睫毛根部看起来没有这么凸。眼镜胶笔是 CanMake， 这个眼镜胶笔是我用过觉得最好用的眼镜胶，每个色我都买，什么橘色、红色、黑棕色、黑色、灰色，有的颜色我都买。接下来就画嘴吧，用这个橘朵的唇泥，特别可爱。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的。回头，咦，超可爱呀！我是唇泥，很多特别可爱的盖子。这个还好，就关键是它的那个上嘴的软糯妆感特别好看，它这个妆感特别漂亮。这就是一个没有负担感的质地啊，推开之后也是雾雾融融的。我真的好喜欢，这只是我特别喜欢的色号 P05 可可裸棕色。这个上嘴真的是非常漂亮，就是漂亮到莫奈都想醒来为你作画。然后打算再叠一个 P04 是有一点点偏水红草莓色吧，叠到中间加一点点红调，这样晕染出来，哇好冷哦。然后刚刚的话我把这个嘴巴晕染在唇线外边一点点，这样子它嘴巴看起来会更多一点，比较符合最近的审美吧。现在看起来真的还是挺漂亮的。修容高光的话用一下这一盘想要听的大尾雕像盘，这盘也是什么都有。我刚刚才夸它可以，结果没想到我就轻轻用两笔真的有点晕不开，底妆就擦没了，只能这样，头发先挡一下这边脸了。接下来修容还用这个 MAC 的 Omega， 这是他们出了一个免税店的大容量版本。 OK， 我视频对比呢，我就是从刚刚这个最丑的样子变成现在，这是种什么体验呢？也没什么体验，就是化妆哈。好，到了说再见的时间了。现在片尾呢我打算放一些漂亮的展示镜头。拜拜。